杨乐婷呢日特登去捧男朋友 DJ 嘅阿添翔，佢仲大赞阿添日前喺 concert 嘅表现非常之好啊！佢寻晚仲要跳 Gangnam Style 啊，即系大家都知。我知啊 ，Gangnam Style 哦。咁前一晚我啦，佢阿妹啦，同埋佢咯，三个咯，我哋系咁喺佢屋企度练咯。跟住寻晚，其实我觉得佢寻晚成个 show 咧，最紧张就系跳呢个 Gangnam Style。哎呀，佢听到我讲啊！听到女朋友讲自己，阿添都跟住走埋嚟。但系 Barbara 喺 concert 当晚喺台下面都玩到癫啊！唯一听到系佢同埋阿 Kate 同埋阿志晨，佢哋两个几大。Ellen 都系噶嘛 ？Ellen 都系啊，即系你知道嗰三个女真系系坐标啊！即系嗰三个嘅声量系等于下面全场嘅声仔。有冇咁犀利啊？你好鬼大声嘅。DJ 嚟紧就谂住搞翻个沙滩 show， 咁 Rabia 你会唔会着比基尼支持下男朋友先？我开始做下先，谂下先，谂下先，佢会着比基尼？系啊，佢话佢会着。我惊你啲女 fans 先走晒。会嘅。我惊抢晒。会嘅，我哋男 fans 多嘛，所以 OK 噶。